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十九集忠孝之事。啊，我们今天呢，一样是再把课本一百六十四页的第三段严光中这一段呢，我们再念一遍。那么我们在四十九集呢，我们已经有解释一部分的。 字迹解说，那因为这一段里面呢，它含了很多历史故事。那为了让各位同学对经文能够明白起见呢，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些历史人物跟历史故事呢，我们就讲清楚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呢，还是把经文再念一遍。啊，各位看一百六十四页啊，第三段。 严光中曰：“凡人机关军事，大是非大利害处，往往关者性命。下时虽能经纶所政，到这里内辱不浅。一委首领，则杀人以灭人者有之；否则魔领所属，败坏国事，而世界受其荡益，则有之。” 古来干事豪杰，成大功名，大人品，具从万死一生中来。始终得故定立，而后国家始受其用。如诸葛公之鞠躬尽瘁，郭令公之丹继建鲁，李林怀之至刀削钟。 韩启王之食指存世，刘顺昌之积心殆尽，笔出入万钧中，时时交下，神气不动，莫难制胜，其意义在。其身以早自为国家游移难有矣，然犹曰战将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凡 济县大辟，裴晋公、张卫公、韩卫公、韦森剑侠，难足以不使勋满天地，民显日夜。彼固如此舍得尽，而后大用随之而，乃知造物鬼神亦则以此看人，看得够时，神灵共其呵护。 以奏属其称持，看不够时，生民俱败，如王衍、殷浩等，其实也。亦志护庇，立万仞，炫身四海，难见草而跃，见狼而战，羊之直故在也。一遇事变，则师生作手，彼又安能？ 争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性哉？盖其知根言言假，假与假相丑，或受得些小福泽，以致便宜，耐想名太重，自诩太过，到一角入手起来，一筹不展，为天下笑。以此言之。 剑岭圣云，自不容欺天罔人，侥幸成功耳。故处次即以打得清净，此身护以天地万物，既不幸而死。关壮木、张虽阳、易五木、文文山之死，是李林甫、杨国忠、韩陀作、贾似道何如哉？ 人属无始，为正子忠孝，其始为神。朝廷显正，宠势贺义子孙时运，未见前监之死有如此也。无论前监，即如郭思汉、萧志忠、王牙、贾数辈，焉焉屈服。 土宝首领，而当其大限到时，遇死无已，早知亦是这等恒时，何不烈烈轰轰，顶天立地，气呼？又指汉武帝、唐武后时，乾坤何等？岂无事一灭者无事？而当时此品之律，无异死也。 阿意酷内者，则未有不死；既不敢以事尽盖后服，然命之为命，不亦可自信哉？又何必罪罪焉，习其性命，而负君之恩，中毒以事也。好，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现在呢？ 啊，上一次四十九集呢，我们是讲到这一个一百六十五页最后一行。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来自句解说呢。啊，从这个一百六十五页最后这三个字，看不够时，声明祭拜，如王衍、殷浩等。那是看不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王衍。 殷浩呢？王衍这个人呢，是西晋山东人。那么当时，当时的人称他叫什么呢？风姿高策，如瑶林琼树，以清谈著称。啊，就是这个这个人呢，啊，看起来呢，他的这个这个言行举止呢，好像很高尚。 叫风姿高彻，如摇岭琼树呢？啊，我们讲说呢，这个摇岭琼树呢，就表述说呢，他好像在像天人般的这一种，这一种的这一这个风范啊。那么以清谈招生呢？清谈就是他喜欢呢啊，论一些呢实证道理。 那么他官呢也当到师徒，但是他最后呢被俗肉所害。他喜欢谈什么呢？他喜欢这个谈老老子跟庄子，这个就是他他讲清谈的意思呢。有些人呢，有些读书人呢，他也会谈老子跟庄子，但是呢，他有知识呢不一定他有智慧。 因为知识呢，跟智慧呢，它是天差地别。智慧是我们佛家的用词，它是我执、法执都破了，无名破了。那么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我们所谓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智慧啊。那智慧呢，它可以啊。 离苦得乐，智慧汤本身呢，它是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它可以六根接触六尘呢，能够如如不动，不起一相。他有甚深的禅定，有高远的智慧，圆满的智慧。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对他来讲都是佛法。 老和尚讲说：“圆轮说法，无法不远。吃饭对我们来讲，也许是烦恼；对他来讲是佛事，是清净。这个叫有智慧。叫六祖大师，无所住而生其心。那知识呢？知识你只是你很有渊博的学问，比如说很多佛学的博士，他把佛法当知识来研究。” 当学问的研究，所以它增长了什么呢？它其实它增长的这个手之障。那本身烦恼障,障呢，它也没有消除，所以它也许是佛学博士，但是它的习气还在。啊，那墨写本身呢是法汉大学呢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的硕士。那我每次发表论文，小论文。 或者教授叫我叫我发表意见，啊，那我都会讲老和尚教我的，或者说我在《金刚经》的体悟，我在《无量寿经》的体悟，我在大经里面所体悟的，我讲我的见解出来。啊，那以前我在某一个大学的时候，也有发表一个小论文的时候呢。那个教授本身呢是佛学博士，他是。 留学英国回来的，阿汤本身呢，那我们跟他讲这个见这个修行的这个见解的时候，见地的时候呢，而那个老师呢，本身就有点起这个不同的看法，所以老法师也讲说呢，知识呢，他不能够呢来这个转转变呢他自己的心念，那习气毛病都还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轻谈早撑，他也许他谈了，你觉得他境界很高，但是一到境界感的话呢，那随意流转，被境界转。那我我执呢还是很重，我贪我爱我撑我吃，在在都显示说呢，可能他的优越感，知识分子的那种慢心呢，就不尽力的就会流露出来。那这个叫什么？这就是他呢。 回坦老庄呢，义理不安，他不能够记住那个义理，记住那个心性，也就是说，他所学的呢，他所谈的呢，不能够跟心性相应。我们讲说心行一组，啊，那么这个叫毅理不安，所以他常常呢随即更改，还有说前面讲的话呢，到后面呢他又修改了。 哎、欸，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呢，哎、欸，他到后面又改变了，是叫随即更改。所以当时的人呢，称他叫口中雌谎。我们讲说，这个人讲话呢前后不一呢，叫信口雌谎。啊，台湾话就是说哦，他比较啊、呃、蓬砰啊，那就我们胡我们胡话讲叫我们要真实，要如是我闻。啊，用一个通俗的话简单的说。 做你所说，做你所所所说的，说你所做的，你要真正有办法做到。然后上讲叫真干，那讲出了见地不一样。啊，比如说，你也懂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过《西藏生死学》，啊，这本书叫《西藏生死书》，对不对？这本书，可是你会看《西藏生死书》，一起讲里面很多怎么样去啊？ 生生死记涅盘这个境界，但是这个那个意境，你能够体悟到那个意境的，跟你实际上你能够做到了，我们佛经上讲的信解行证，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法最后在讲什么？在讲实践。这普贤呢，大恨普贤菩萨，啊。 所以你真正的你能够去做到落实了，啊，我们讲做“消规自训”，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这个这个呢，才可以讲就是老和尚讲的“真干”，就是说你懂得西藏生死书。可是如果你跟刘素云居士比较起来，刘素云还真的是懂得什么叫生死，因为他从他的病呢，啊。 也是属于这个，我们一旦讲的红斑性狼疮。那这种在医学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无药可治啊。但是呢，他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呢，到后呢，到后来呢，那他这个病呢，变好了。啊，他离苦得乐了、啊，他为人说法。那你叫他谈生死呢？那他。 每一个字都代表智慧，他每一个字都代表他的体悟，那这个见解就不一样，见地就不一样了。这是老和尚讲，你会吗？那个会就是你气住吗？所以你如果气住的话，那么那个智慧呢，就像涌泉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这个功夫。 所以，他就是什么？他一理不完，就是他不能够体悟，不能够欺辱，他他懂，也许他懂，但是呢，他在文字上。但是你要知道，心性的东西，大《大圣起心起心论》里面讲，啊，你文字相，你言说相，你心念相，永不便利，不可破坏，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这老和尚呢，也在这个大经里面呢，老和尚也曾经讲过这一段，就是它不是你文用文字可以表达出来的，智慧的东西，你去体悟的境界，那个文字表达还差一截。所以你文字像，你要离开那个文字像。文字只是一个纸夜标，告诉你月亮在哪里，月亮在你这个心性。 那什么个记录呢？你必须要，我们讲说，九修百千劫，悟在刹那间。如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还是必须靠你自己的去体悟。你自己如果没有体悟的，那是属他人财宝。 属这个佛的财宝，那不是你的功德发财啊！这个啊，王衍呢，就是讲了这个经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啊，赵王赵王伦呢要杀这个贾祸，王衍呢，你看他本身以贾数是一个弃党，弃党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以前宫廷里面的这个结党营私，所以呢。 王衍曾经呢，因为这样呢而被呢激进，但等到这个赵王伦呢篡位以后呢，王衍假装呢狂砍这个碑以自勉。好，那这个是这里面还有典故了哈。所以当时这样，他在八王之乱里面呢，他还是积重要的官位官职，他当到尚书令、司空太尉。 但是这里历史里面给那评价呢，他不以筋骨为念，专谋自保，最后呢还是被石肉所杀，啊，这个叫不以筋骨为念呢，就是不以苍生为念，这个意思。那专谋自保呢，他就是说他只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啊，这个讲王言，所以这里才会。 经文里面一百六十六位才会讲说，义致富，臂力万仞啊，炫生四海啊，但是见草而跃呢，见狼而战呐、啊。啊、哦，战就是战斗啊。那么这个殷浩呢，殷浩这个呢，王衍跟殷浩这两个呢，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提出来呢，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啊，这个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那种勇气跟决心。 那殷浩是啥？殷浩是东晋长平人，今天山西省这个地方的人。他的见识跟度量呢，其实是很清眼的。他也喜欢老庄、易经。他在当时也是很有名气，哈、哦。但是他喜欢谈什么呢？跟前面的这个啊王衍一样，王衍一样，他喜欢谈谈玄说妙，就是、更善玄言，就是谈玄说妙。 使桓温呢前请朝野。那么当时殷浩呢，他当中军将军，统军北伐，屡战屡败，或者桓温呢就上书呢责怪他，把他贬为庶人，庶人就是百姓。他被贬为庶人百姓以后呢，常常呢，他虽然口无怨言啊，但是整天呢，哈。 每天就在那想东想西，就是终日思空，这是他放不下了。啊，做了豆豆怪事四个字，每天就是写这个四个字，啊，这个豆豆怪事，啊，以他以平定中原为己任，后来因为征讨这个姚襄呢兵败呢，被废为庶人。啊，这里提到王衍跟殷浩的。 这个历史典故。那么再下来，这个炫炫声四海，这个炫呢就是炫耀。那这个战呢，见狼而战呢就发抖。所以他讲王衍跟殷浩呢，见草而而悦，就像羊一样。这是他羊的本质什么像？他很脆弱，看到草就很喜欢，就看到官位呢，啊就很欢喜的意思。 那见狼而战呢？狼是什么？像恒温这种丞相，哈，恒温这种心地心术不正的丞相呢，他本身的看到他呢，他就害怕，叫见狼而战。战呢就是战斗。那么遇到事情呢，就失生助手。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白话还会解释。 失声是什么？声音呢沙哑，哎，他害怕。那么，做手是什么呢？做手是咬住舌头，啊，因为他害怕，害怕，啊，那么又安能争乾坤之命呢？乾坤是国家的意思。哦，在下了一百六十六页，啊，甲跟甲相丑，因为他。 发心不纯正，果报就不纯正。我们讲说因地不争，果遭于曲。就佛经上讲的这句“忆就是你因地发心呢不正，那果报呢就不好了，就歪曲了。这个就是这里讲“假以相，假以假相酬”。什么叫相酬呢？相酬就还给你这个果报。 你你你什么样的因就是什么样的果，因果感应，所以感应本身呢就是因果，因果就是感应，啊，那再下来这个第五行一角入所起来，一角是什么？一角就是英勇降临的这个事迹，啊，那入所呢？这这个字呢是查不出来，啊，没有这个。 解释里面没有这个字，那一般来讲呢，我们俗话讲的就是露一手，你露一手给我看，那么有这么一个意思，就看你有什么本领，啊，就露手，啊，那么建领，啊，第五行这个建领，建领呢是监察监视，好，那再下来这个第七行，官状目，啊。 啊，又是历史故事了。关壮墓呢，就是我们啊关羽，关羽他是三国蜀汉大将，他死后呢被追封为呢壮墓侯，壮墓侯。那关羽呢，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呢非常的有名。啊，我们讲到诸葛亮、刘备，他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地位，那么曹操呢也非常的尊敬他，他是三国时代呢蜀汉的大将，他字云长，河东解县人，就今天的山西啊山西省人。这个关东呢，他关老爷呢是非常敏感，啊，我跟关老爷也是很有缘。 上次呢，大陆这个好像是这个山西的这个千年关老爷呢，到台湾来。那我们台湾的这个首富呢，郭台铭呢，他是山西人。我们讲说关老爷呢是义薄云天，啊，那郭台铭呢，他就跟台湾的主办单位呢，还有大陆的主办单位呢，啊，就出钱出力呢，把这个千年的。 关圣帝君呢，就一千年了。关圣帝君呢，请到台湾来做文化交流，巡回呢来给台湾的这个众生呢顶礼膜拜。那就从南部一路上来到台北，就到我们那一次到我们好像是今年初吧，在我们台北的新北市，就是以前的台北县的土城那边，刚好有一个立华委员。 台湾叫立法委员服务处，那有两个歹徒呢，有一个歹徒呢，专门喜欢操作股票，他玩期货、玩股票、投注的生意，他想这个呃赚这个横财，心怀不轨，他就用钱呢去买通一个计程车司机，就在台湾的高铁车上呢，换了两箱的。 这个啊，有计计时器的这种定时装置的这种炸药，放在这个高铁的车上，然后又提了两箱呢。利用这个千年的关圣地君呢，到台北县就是新北市的这个土城呢，绕境的时候呢，这个歹徒就把这两个装有定时。 炸弹装置的行李箱呢，就放在这个立法委员的服务处。那当时郭台铭呢在现场，郭台铭跟这个立法委员跟这些绕境的信众呢，大概距离这个放炸药的地方呢，大概距离还有大概几百公尺。你看关老爷的实在是这么灵感，那个那个那个定时装置呢，竟然没有爆炸。 那高铁那个呢也没有爆炸，高铁那个还装了一个很毒的这个毒毒物在里面，两个都没有爆炸，那被被谁救起来？被关老爷，关老爷有关老爷有无量神通啊，他也知道这些人心怀不轨啊，要制造动乱呢，好，他想制造动乱以后呢，股票会震荡，再从股票里面股票市场呢获取他的利益啊。 结果他一登飞机啊，做完案以后就登飞机到大陆去，寻欢作乐。那查到那后来呢，他后来他也用很多这个技巧性的方法不留指纹。后来就是因为呢，他有留下那个 DNA 的证据基证呢，在这个皮箱上面。那警方呢就根据这个皮箱的 DNA 去追查呢，查最后查到这个歹徒呢，王姓的歹徒涉案。 还有那个计程车司机，他们他们这这两个呢，就跑到大陆去循环作乐，那这边呢，就跟大陆的司法警察呢合作。他在循环作乐当下，在饭店呢就把一网成擒，就把他抓到了。第二天就抓到了。也关老爷很敏感所以我跟关老爷，我刚刚讲说印力很深呢，其实我是三宝弟子啊，可是关老爷呢，他也是我们。 佛教界里面的护法，我们叫持兰菩萨。我当时呢，在当主长的时候呢，那么有有有一尊呢，刻了很久历史的一个关老爷的雕刻像，哈，大概像我们这样一百八十公分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然后被人家呢，因为它是早期的雕刻品，雕关老爷拿关刀，啊、哦，很大尊哦，他把这样摆起来呢。 差不多快快到我们这个上面这个这个横梁这里了。那因为它被卖到呢，从大陆的这个好像是福建跟广东这一带雕刻的，那后来呢就被当艺术品呢啊卖到这个越南的啊西贡，西贡南越的西贡，后来南越啊北越跟南越统一的时候呢，那。 南内的这些人当时在逃难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关公的这个圣像、这个艺术品呢，就卖掉了。卖掉以后呢，就被台湾人把它买下来，啊，就流落到台湾了。流落到台湾了以后呢，就被我朋友呢，一个徐姓的朋友呢，也是企业家呢，把它买下来，收藏家。那我这个徐姓的朋友就在找我，大概在啊、呃，差不多二十二年前。 啊，这个二十二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啊，差不多一九九一年。对，他来找我，他说：“哎，黄黄警官，黄警官呢、啊？那这里有一个官老爷呢，啊，这个圣像呢，你要不要把它买来收藏？我怎么会买那么高的圣像来收藏呢？我家客厅里摆不下。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啊，我很虔诚，我很尊诚。 我不管是对佛像，我早期在学佛的时候，我磕很多佛像跟人家结；我磕很多地藏菩萨的像跟人家结，让我为我妈妈供养一尊很大尊的阿弥陀佛的圣像，供养一位法师的道场。所以，我早期在学佛、修复的时候，其实我供除了印佛经以外，我供养很多阿弥陀佛的圣像、佛像。 以及地藏菩萨的圣像，跟人家结缘，我印了很多佛像，比如说西方三圣，比如说观音菩萨圣像、地藏菩萨的圣像，跟人家结缘。这印注印佛像、刻印佛像的功德，各位可以去看看《地藏经》。哈，我们讲一沾一礼，对无量功德。那么这个关老爷他们来找我了，哈，那这个变成就到我身上来了。 那个时候在二十二年前呢、啊，跟他买的时候，台币二十五万块。一般人如果你不是真专门的收藏家，你去买二十五万的收藏品要干什么？摆客厅又太大，我又不盖庙，对不对？你说我盖一个关公庙，那摆一个关公还差不多，我也不盖关公庙。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自己以后会有个讲堂，我怎么知道？好。 然后呢，当时我在台北市的大同分局当组长，那我不能摆在办公室啊，办公室太大，啊，对不对？就办公室的隔壁的一条啊，长安西路呢，那有一个宫，我就不要讲他的名字了，他是一般呢、哦，我们的民间的宫庙，我就跟因为在我辖区嘛，那我又认识那个宫庙的这个主持人。 啊，他有公庙，离我办公室又近嘛？那我说，那、欸、你这个公庙这个有一个空间呢，先借我安置这个关公的这个圣像啊，因为他太威武了，雕刻的功啊非常的细。我今天没有带相片来，我改天有机会呢，我再带相片来。那么我把他请下来，又有供下来二十万，我就给对方。结果呢，我还没有给他买以前。 的前三天，我只看到相片而已。我朋友拿来给我看，关老爷竟然给我入梦了。他说：“你给我买下来，我不要当艺术品。”他来跟我入梦呢，我只看到相片而已呢。所以，他为什么会有会护持我们法王城，护持我们三宝？这关老爷他的威德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佛教界也是很尊敬他，当我们的铁胆菩萨。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我把它请下来以后，他就跟我入梦说呢，我不要当艺术品，我梦境很清楚，不要当艺术品。好，那我把它请下来就等于供养啦。那我现在后来才体会说，为什么他跟我讲说他不要当艺术品的原因我才知道啊。他也知道我给他买下来不是要当艺术品欣赏啊，我是一片真诚说，人家叫我买，那我就买下来。 我常常就是喜欢做这种好事，好事啊，哈。那结果呢？买下来我就寄在那个办公室附近的那个宫里面。哎、欸，我刚好去受这个，我去南部那个法王讲堂受这个，呃，短期出家的沙弥戒。哎、欸，前几天就做一个，就有个感觉说，他好像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我必须把他搬离开。 我在这边讲这个，我并不是说谈钱说妙，我不喜欢谈这个东西。我只是说，有些东西感应是真的不可思议的。那我就回了台北以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公庙的住持说呢，我那个伽胆菩萨关公呢，我不想放在你那里了。哎、欸，你看他跟我怎么讲呢？他变成喜欢了，所以你看，我们凡夫就会染着起贪爱心。有些人呢，对佛法、对圣像，他有没有这种执着啊？ 我在《金刚经》跟我们讲，法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太喜欢那个关老爷，他说：“我这个关老爷，哦，这个威风凛凛啊，很有威德力啊。”哎，我要去请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关老爷的关刀不见了，丢掉了。我好好的供了在你那边，叫你跟我保管。你说关老爷关刀不见，那么长的关刀怎么会不见呢？从这里到墙壁的关刀这么长。” 少说也有三尺到四尺的关刀，怎么會不见那个是大关刀啊？你猜我怎么做呢？我说好，那不见就不见了，我也不跟他计较，跟生气，我就把关老也牵走了，就寄在另外一个地方，寄在我一个朋友的地方。那我叫我一个台北市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师，我说我就按照那个相片，我说你帮我刻的一模一样的这关刀出来，他又帮我刻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关刀出来，烤把它烤成一样的这个枣红色的，我重新把它挂上去。 这个，这个青龙业内道，所以你从这个境界看出后，我其实不是把它当心上，我是那个恭敬心。所以老和尚讲他讲一句话，他说：自尊心呢，一念自尊心呢，等同菩提心。啊，我们当然我们还没有开悟了，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真诚心。结果后来呢？ 我就想说，啊，总不能这样让关老爷流浪啊！你总得要个地方给他安置啊！好，我突然间就来一个灵感，说，我就跟关老爷这样对话，我说，关老爷，你想到哪里？给我一点，给我一点灵感吧！我好给你供养出去。我因为我家也摆不下你啊。哎、欸，就突然间就想到，曾经有一次，我跟我家兄呢，到台北县的林口，我们台北县中正机场旁边呢，那有林口，对不对？林口那边呢？ 啊，林口那边就是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啊，竹林寺，竹林观音寺，那个竹林观音寺是怎么来的呢？是台北万华区的龙山寺的。等于说，我听说了，我听说早期啊，有一个台北市这些，台北市万华以前早期叫蒙舺，商人呢就到大陆去做生意买卖，啊，那因为当时呢要经过这个。 这个大大水锅呢，就是我们台湾海峡。那风浪很大，就会有危险，所以他们会去普陀山呢，浙江普陀山呢，去拜观音菩萨，那就请了观音菩萨的一个香火带呢，回台湾来供养。其实台湾的妈祖也好，这个台湾的这个观音菩萨也好，就早期很多都是大陆过来的，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真的要饮水思饮水思源。 台湾后来这个佛教会这么兴盛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很多很多佛教界的这些长老把佛法带到台湾来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呐、啊。我们今天在重新再跟大家研讨这个太上感应篇，记得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再把它呢，我们让大陆的同修呢也能够这样学习佛法。 能够开智慧。那听说早期呢，这个他他这个台北这个商人呢，就把这个香火带呢，就就现在台北市万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呃、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好，台北市一个信仰中心最大的就是玄天公关老爷，那再来就是万华区的这个龙山寺，哎、欸，我跟龙山寺关菩萨也是很有缘。 观世观音观音菩萨，这个龙山寺的这个董事长呢，黄总雄呢，就是早期台北市市长黄启瑞的弟弟。那七八点没办法断气的，汽车啊，家里很有钱呐、啊，住在我们台北市西门町那个峨眉街那个别墅啊。啊，他七八点没办法舍报断气啊，那连纽就找我去关怀啊。我去关怀的时候，刚好是下班的时候去，这六七点了、啊，我就为他说佛法。 那他已经变成有一点像失智老人了，台湾叫失智老人，就是没有什么表达能力了，而且躺在那边期间呢。但有这个搓痰的设备，因为家里环境不错，所以他有请特别护士，还有这个搓痰设备。那后来呢，我就给给这个黄总雄这个关怀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九点多哈，我再请一个法师来跟你三皈依。 就到十点多的时候呢，那个法师来给他归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十点多呢，在在念佛声中呢，那个观那个观音菩萨那个龙山寺的那个董事长呢，黄总雄，就在念佛声中呢顺利舍报。我当时跟他讲的是什么？我说你福报这么大，你能够协助观世音菩萨来管理跟维护这个龙山寺这个道场。 这么多人在这边有个信仰寄托，这大慈大悲啊，功德无量。所以，我们台北市人对龙山寺或者是先天宫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仰中心。很多人的心灵苦闷，他们得到一个一个寄托，从那边再入门，再入佛门，再来接触佛法，啊，这是一个善巧方便。那我刚刚讲到说，台北市那个商人呢？ 就把这个香那个香火袋呢，听说是一时呢啊，好像是尿急。那他那个时候那时还没有开花，那好像那边呢，也比较属于这个早期的那种，就是比较不是很先进的，就有点落后了。他就把那个香火袋呢，就挂在那个树上。那听说呢，有人在那边呢，就看到那个那个地方就是大放光明。那观世音菩萨的灵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人家就为了纪念这样呢，就在那边呢啊，这个供养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就龙山寺。那听说后来有三尊在台湾，因为当时泉州人呢跟这个泉州人跟这个啊大陆福建的呃早期的移民之间呢，他们会有这个这个到台湾来的时候会有这种。 利益的这种冲突以后呢，他们会有这个戒堕，好。那么有一些人呢，就移移民到呢这个林口这个地方。那听说当时有来了三尊观世音菩萨的雕像，那一尊呢就现在龙山寺的这一尊，那另外一尊呢就是林口竹林寺这尊观音菩萨，那另外一尊呢听说在民间，好。那我那时候就跟这个我。 买下来这个，关老爷讲说呢，你要不要到林口租赁寺？哎、欸，给我感觉他，给我感觉是我觉得很欢喜啊，那我就去找这个林口租赁寺的那个他们的主事者，那个地方的，呃，香火非常鼎盛，而且信徒非常多，啊、哦，他说好啊，你请来啊，我们这边呢也正好要重建呢、啊，啊、哦，然后呢就。 这个关老爷呢，就关帝呢，就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林口竹林寺，他们就在观世音菩萨的旁边呢。现在如果你们有去拜拜，就会看到这尊关老爷，哈，就是拿着关刀，那站在前面跟韦陀菩萨啊，非常威武的，那就是我供养的，非常的高。你看他最后是怎么样？他去护持观世音菩萨。 裤子观心菩萨，所以呢，我后来在二零零八年，因为台湾的关公文化跟马祖马祖的文化是非常鼎盛的，是台湾的一个信仰中心呢、啊。结果他们台湾有一群这个专门在推展关公文化教育的经典教育的这个协会呢，啊，叫桃园民圣经协会，他竟然來,来找我，这朋友介绍他来找我。 我一个同学就是帮我翻译《感应篇会编》白话注解那位同学，书信的同学，他介绍他来找我。哦，就是我跟我同学一起翻译这个《感应篇会编》白话注解嘛。他找我说：“哎、欸，黄警官啊，想跟你请教一下，我们想办一个关公的一个显示关公的这个他的伟大跟对台湾的贡献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要怎么设计才好呢？”哎、欸。 我就跟他设计一个呢，我就跟他设计一个二零零八年关公文化节，在这里，这个就是我跟我朋友呢，我叫我朋友帮他设计的，好，这里就是台湾关公文化节，二零零八人文艺术教育展，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把关公当神像来膜拜，你们要学他的忠义精神。 你们要学他的那种哦、喔，这个大公自正的这种精神他。他的他的他的牺牲是非常的壮烈的。我说你们要牺牲那个精神呐、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呢，尤其像警察，台湾的警察都很喜欢拜关公啊。那我办公室就一尊关公啊，哈，就看春秋的这个关公啊，那关刀就插在后面呢，啊，很多警察派出所所长、分籍，他们都喜欢拜供养关关圣帝君 啊！我当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要有办法呢？让民众重新去认识啊这个关公对台湾的文化的影响。”那我就跟他讲，有六个主题，你们要展览出来。第一个主题呢，就是介绍关公的由来。很多人呢啊，对关公他历史典故不知道，你们要把关关公的这个历史典故讲出来。 那么第二个呢，关关公呢，他怎么样去成圣？这个要讲出来。那第三个呢，关公他有他的经典，他的经典在讲什么？那民间的信仰很多，你们要把它讲出来。那么第四个呢，就关帝文化，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那关帝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那第五个呢，民间喜欢收藏关圣帝君的艺术造型。 那有很多雕刻啦，很多收藏品，它是有不同造型的关公。这个可以做一个关公造型艺术的一种欣赏、赏析。那么第六个呢，就关公到台湾来呢，大概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沿革。那这表示说呢，啊，这个血浓于水啊，因为关公他是从大陆来的啊,啊，他是照顾两岸的子民呢、啊。 你不是说你是大陆的关公，我是台湾的关公，他是同一个、啊，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是因为提到关羽呢，关关云长呢，我特别把这段我跟关老爷结缘的经过呢，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后来呢，这个他跟着刘备起兵呢，啊，那么刘备后来被曹操打败呢，这个关云长就被俘了，但是呢。 曹操对他非常礼遇，啊，封他呢汉寿亭侯。后来他还是呢离开曹操呢，回到刘备身边。那么他这个守守了这个荆州呢，后来因为去围攻曹操的部将曹仁，在盘城呢，后来因为货币空虚呢，他荆州呢被孙权这个袭取。 他败走呢，失败以后呢，到麦城，就今天的湖北当阳，那兵败被擒杀，好，那宋代以后呢，他的事迹呢就被啊被尊为关公或是关帝。那我听说呢，有一个典故呢，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呢也有记载。啊，《三国演义》里面呢有很精彩的描写，说呢，啊我们在湖北省的当阳市呢。 有一个玉泉寺，这个玉泉寺呢，它的这个山上呢，它还有这个汉云长险胜处，还有最深、最先险胜的地方，这个碑文。那么据传呢，关帝在成神以后呢，他的灵气呢直上天斗，他明白三世因果，了解他自己素素里面的这个善根，他从此呢就屡思感应。 那么，他也曾经在义前寺呢，会他的，也是他的故人，就是他的朋友普净长老。他后来反照自信呢，悟透了本来的面目，明白顿悟呢，千年因果。听说呢，普净长老呢，当时有把这个事情呢报告刘备，建立了一个显烈祠。这是啊，关壮木呢，就是关云长的由来。 那再下来，这个张睢阳，这个张睢阳呢，就是历史上的人物呢，非常非常的正气凛然的，叫张巡。我们台北啊，啊，墓葬我以前服务的地区呢，有一个中顺庙，啊，有一个叫中义庙，中顺街有个中义庙，在中义庙里面所供养的呢，就是张巡，他就又叫做张睢阳。那为什么叫张睢阳呢？这有典故的。 他是唐朝河南南阳人。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呢，他是真言县的县令，他是真言令，起兵，他锁住这个睢阳，就这个张睢阳这个睢阳这个地方，这个睢阳在哪里呢？在今天河南的商丘市。他跟太守呢徐远，他跟喜延呢共同作战。那张睢阳呢，唐朝这个。 张睢阳呢，张巡呢，他素时所成。他每一次要开战的时候呢，他都会呢，大呼口号，这内血流，就是那个眼睛旁边那个地方，好像要裂开一样，都会流出血出来。啊，齿牙呢皆脆，他讲到激动处呢，连那个牙齿当然都都就快震坏，就表述突然，好，他的气概万千。这这个张巡。 他跟喜眼呢，合兵呢，守睢阳，粮粮食都用尽了，没有粮食，使劲呢杀爱妾以享事，把他的爱妾杀死啊！那当时没有东西吃啊，把他的爱妾杀死来供养这些饥饿不已的这个士兵呢、啊？他最后他怎么样呢？连那个老鼠啦，哈、啊、鸟都抓下来。 抓下来跟什么呢？跟这个啊，这个弓箭呢合在一起煮。我这个弩里面它有这个羊皮、羊皮嘛，有些是动物的皮下去做的嘛，下去煮。那城被攻破，睢阳城被攻破，他坚守数月的不屈不投降，睢阳失守，他被抓到被指与他的部将呢啊同遭杀害。 他不屈而死，后来要纪念他的这个壮烈的精神呢，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啊、呃、中顺街的中医庙呢，就有供养他跟喜眼。啊，就是张巡跟喜眼，那这个庙很特别，你们各位可以去参观。他在那个入口处呢，还摆了一匹战马。我特别还问那个庙的主事者说：“啊，这是匹战马还是？”他说：“这匹战马就是张巡当时所骑的骑战马。” 这个是张虽阳，那叶武墓呢？叶武墓就是南宋抗金名将叶辉，啊，这个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啊。他呢，他是往生以后呢，被皇帝追封呢叶武墓，所以叫叶武墓就是叶辉。那他是叶辉呢？他是宋朝象州汤阴人。 他是农家子弟。他在宋徽宗的时候呢，宣和中呢去从军，他率师北伐呢，就是就是金熙宗呢就巫助，就是金熙宗呢，他跟这个都元帅呢完颜宗弼，这两个就金熙宗呢、啊，哈跟这个完颜宗弼呢率大军呢在朱仙镇跟岳辉对峙。 这因为朱仙镇是很有名的一个一个一个战区的，但是后来呢，宋高宗跟秦桧他们立足呢啊跟金朝和解，签合约，不要打仗了。所以呢，秦桧呢他就主张和解，签合约。他一日呢连降十二道金牌，下令下令呢叶飞退兵，十二道金牌。 是这样来的。后来岳飞呢，被迫班师回朝，在这个宋高宗十一年，他奉命呢到临安去，他被解除兵权，他担任什么呢？枢枢密副使，一个闲差事。后来呢，他被诬陷呢，关进监狱大牢。 以莫须有的罪名呢，他被杀害，叶会被杀害，被秦侩杀害。宋孝宗的时候呢，追封他是武穆，叫叶武穆。宋宁宗说呢，追封他为，啊、哦，二王，有一武穆吉，一武穆吉。那这里呢，我就讲议会的公案呢，很精彩，在六子坛经里面呢，我在。 默写在写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呢，有讲到这一段公案，所以跟易辉有关，我就提出来跟各位分享。这在你一般的典故里面呢是找不到的。易辉他本身是佛门的三宝弟子啊，他的师傅是谁呢？他师傅是南京道月禅师。道是佛道的道，月是愉悦的悦。 企业的业哈，道业禅师，这个道业禅师呢修得非常好。他是呢镇江金山天江寺的开悟禅师，一辉的师傅呢就是他。那一辉被秦桧下十二道金牌，信他从诛仙镇召回，一辉就去拜访他的师傅道业禅师。 他跟他师傅讲，这个情形，我该不该回回临安？我该不该回朝廷报道？他师傅跟他怎么讲呢？他师说：“你不要回去，你出家。然后呢，你不要回南方，但是业会呢，还是回南方。所以有时候这个业力啊，业力的牵引呢、啊，也很不可思议。”《地藏经》里面讲。 业力甚大，能抵西米，能深济海，能仗圣道。啊，他最后还是逃不了这个业力。他是不是将他出家，就将他放下万年了，放下名闻利养，但是问题不容易啊。台湾话讲：“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啊，他因为他没有。 他还是没有听他叔的话，结果呢，他回他叶会呢，最后还是回南方了、啊。他离开的时候，他叔送他几句话，这个地方就很特别了。他叔他他问他叔叔说：“叔，叔你有什么最后的开示没有？”道味禅师呢跟他讲一个记忆，他说呢：“税底不足，税底底就是底部的底。” 岁底不足，锦防天枯。他毕竟是战神呐、啊，战将在保护苍生啊！好，后下两点，将人毒害。哎、欸，你看，道位禅师可以预见未来哦。这叫什么？这古代修行道家的人呢？我们本有六神通就现前了，就是天眼通、天脑通。 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肉尽通、肉尽通就是烦恼断尽。神主通这一定记住。不思议的。那天眼通、天耳通，就看到了，再远都听到。宿命通，过去生的哪一生哪一世，在哪里投胎转世，哪一生哪一世当什么官，男的女的，自己都知道了。宿命通。 那他心通呢？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这修行道家的人是有可以这样哦、喔。我上次在讲经的时候提过，台湾的道政法师还没有出家以前叫郭惠珍居士，去台北的土城见成天禅寺的住持广进老和尚。广进老和尚是修的非常好，我的师公。广进老和尚。 跟广化老和尚，台湾借力的，也可以算是祖师了。广化老和尚，好，广化老和尚跟灿工、灿林老法师，哈，他们都算是绿血的前辈啊。果精律师他们算是后辈啊。你为广化老和尚在南宁金色的那个舍利啊，那琥珀色的，他一个生出好几十个出来啊。 我亲眼看到，啊，晶莹剔透，非常大，这么大，小小一颗变这么大，好几十颗啊！这个色立子啊，是既定会兼固，叫兼固子，他既定会成就了兼固子。所以老法师有讲，那个色立子是打不破、敲不破，所以他们这些。 技行非常高超的，修行非常成就的，那是不失意的，你没办法去体会啊。能知过去，能悟知未来，但是他们不显神通啊。因为佛陀禁止我们用神通去度众，佛法是讲智慧啊。神通是本有的、啊，六通具足啊。你到真我右就全部恢复了、啊。所以当时道正法师在广清老和尚旁边。 广西老和尚就用台语跟那个道正法师讲，我先讲台语。广西老和尚是讲，广西老讲台语的。一共列多冤家被现钱了、啊，国语就是你的大冤家要现钱了。你看，我们肉眼看不到，他可以用什么？用他的智慧眼看到了。后来，道正法师，他就是。 得了这个，他是肿瘤科的医生啊。他是后来自己也不得肿瘤了，我们所谓的癌症啊。但是他不为他不为这个癌症所转，到癌症后来变成他老师了、啊。他写的很多开示呢，牵化这些得癌症的人，所以他是癌症的老师。道正法师呢，是观世音菩萨应你和身夺度者，即现和身。 而为说法，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没有癌症嘛，像这个年代，年代癌症特别多嘛，他来实现癌症的老师，为癌症的病患说如何离苦得乐，诸法诸妙法，那些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广经老和怎么会见到？就是我们这里讲六通具足，所以道位法师。 啊，道义禅师他有这个、这个、这个神通道力是很自然的，他修行界定会成就了。他睡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毒害。叶辉回叶辉回到南京以后，在风波亭的除夕夜，风波亭呢，在那边被谋害。除夕夜的时候呢，那一年呢，刚好是十二月二十九号。 只有二十九号就除夕了，没有三十号，没有十二三十号，叫岁底不足。税底就是这一年里面的最后一天，它不是三十号，它是二十九号，叫税底不足。你看，连夜辉哪一天被杀害，他的师傅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神通抵不过业力啊。就这个道理、啊。 那怎么样可以消除业力呢？智慧，像安世高大师，像金宫老法师，像严了凡居士，像以净力功易造神迹，改变业力，改变命运，把业报身转成业力身，化为人间菩萨教化众生，就这样。 了凡四训里面讲义字之深，为人演说那可以。所以道业禅师知道说呢，他是二十九号被意害，所以叫睡底不足。除夕呢是二十九号，谨防天哭，也会在风波亭被杀害啊！天人同悲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忠臣啊。 所以，我相信他被杀，一定很多人为他流眼泪啊，为他伤悲啊。老天也是一样啊，他毕竟是一代忠臣啊，所以谨防天哭，老天都会为他流眼泪、啊。奉下两点，这招更更不简单了、啊。勤快的勤，奉下两点是勤快嘛？奉下两点，连人都可以点出来。 你想想看呢、啊，一个道义禅师修的这么好，都可以一知十字念佛里面、净土里面讲一知十字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就不是困难的事情了。这是真实的公案呢、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佛法老法师讲，李炳的居是讲。 对佛，对自信要有坚定的信心。你得不到感应，那是你业障的问题，是你烦恼未放下，你的执着未放下。你只要一放下，感应道教。他说：“放下两点，就是勤快啦，被人毒害，被杀害了，也会在风坡亭快之所。” 要杀叶辉，秦桧很有意思啊，他狡计多端呢、啊。他就问派出所，他说叶辉在风波亭被杀害的时候，临终说什么？派出所说，叶辉讲一句话，他说后悔没有听道叶禅师师傅的劝告出家。秦桧也知道他的师傅是谁啊？ 啊！秦桧马上派兵呢、啊，派派兵呢、啊，叫何力率兵，何力将军呢，率部队呢，到道味禅师的这个道场呢，要去抓道味禅师。就在大兵快到达前两天，前两天哦，道味禅师呢，敲钟击钟，一般师傅。 大佛寺里面，如果要击中的话，因为佛寺很大，叫击鼓、叩钟就击中，让大众集合。他道一禅师跟大众开示修行的方法，讲的很长，向大家最后最后的开示要告别了，向大家告别。然后呢，他要走的时候呢，留下一个记忆。合力将那个那个合力将军快到的时候，前两天。 大卫禅师写了一个记，他说：“合力治南方，对，他在南方嘛。合力带部队到南方来，包围我的禅寺。合力治南方，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他跟他跟合力将军，他跟秦桧，他没有欠这个兵债。” 道义禅师没有欠这个病债，他们是因果不昧啊，因果不昧啊，不昧因果啊，啊！那这是大家不晓得怎么回事啊。等到合力将军把士兵将试验团团围住的时候，一看，因为道义禅师已经往生了，在办丧事，啊，合力一看。 道业禅师已经圆寂了，他已经一知十智，他有宿命通，他已经开悟了，他生死自如。但是呢，道业禅师他不违不违反世间法，他是有能力可以在世间想要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们不破坏世间法则。 他住宿一年一到，他马上就走。就进攻老法师说了，就说哪一尊佛来，哪一尊菩萨来？比如说，你说印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老法师说，真的是活菩萨再来，孙路一铺路马上走。他说不能说孙路铺路还不走，不行。这就是道未禅师也是大菩萨再来的。 他不坏事，间法，他说走就走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六通具足呢，修行道家的成就者都可以做得到。广经老和尚也是一致字识字，道正法师也是一致字识字。一到往生前，他那年刚好是我妈妈往生那一年，我很可惜，我因为在手伤。 我妈妈在二期，本来人家是叫我去了，请我去了。我因为我妈妈在做二期，我就没办法去。我我我在手伤期间呢，我自己都在家帮妈妈呢。每一个期我都带共修佛衣，带一个佛衣共修。然后七个期做完，我做一堂三十四天，在我家。那都在我妈妈的做期的前一天，我带佛衣。 所以我做七个佛衣，跟我妈妈结这个法缘。那我妈妈呢，正式做七那一天，我在请生宝到我家来做佛事。我是这样来报母恩，报父母恩。所以道正法师往生那一年呢，我印象中说，我妈妈往生那一年是哎，二零零三年，好像是八月，二零零三年八月。 他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拜佛嘛，大概是两三点就起来拜佛了。像他跟灿工啊，他们拜佛都是几百拜、几千拜的，一天最少都一千拜以上的。他要拜佛的时候呢，他拜的大概是，据说了，因为我我听他们跟我讲，大概是在四点还是三点多，他就跟旁边那个师兄讲，他说我不能再陪你拜佛了。 他说：“我要走了，你看，一知十知，一念到一定走。”他就念到“阿弥陀”，他就倒下去了，就走了。他也是癌症，他没有做任何的医医医学治疗，他完全是靠这一帖阿切陀药，阿弥陀佛圣号，离苦得乐。所以。 像道政法师、广进老和尚，他们都有这个功夫。六祖大师呢，更不简单。六祖大师他一直十字呢，大师在西元七百一十二年七月，他呢就告诉他的弟子，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堂。你看呐、啊，六祖大师在一年前，西元七一二年，他要。 延吉以前的一年，就跟弟子讲说：“你们到新州国温寺建塔，为什么？那个要设立供养嘛。”到西延的七一三年，就隔了一年以后，七月一号，他集途中呢，跟大家说：“我到八月一里世间，他八月就要走了。”一年前哦、喔，他七西演七一二年的七月，先预告人家建塔。 西元七一三年的八月，七月一号先跟大众讲，八月要就要走了。换句话说，六祖大师是一年前就知道他要往生了，他要圆寂了。他说呢：“五至八月一里世间，汝等有一早夕相问，未汝破矣，令汝迷尽。赶快问，我要走了。”众弟子哭泣。 六祖大师说：“如今悲泣为忧恶水，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易报遗主啊。”他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在哭什么、啊？你们在为谁忧忧伤啊？我若为我忧伤，不知道我去哪里，那我已经跟你讲，一念间就跟你讲，我要走了、啊。 我表示我知道我要去佛国，我要去哪里啦？我要去做佛啦。我如果不知道去哪里，我不需要跟你们预报啊，预告啊。所以你看看，这是这是功夫啊，我们要不要努力用功、精进用功？好。所以我今天，今天这样是上今天早上呢，老法师呢，跟胡居士呢。 叫我到南部呢去关怀一位老法师的一位老年有福居士，他呢护持老法师二三十年了，早期呢印了非常多的无量寿经跟大家结缘，我就跟护老居士讲，我说你如果练佛练到你一心归命的时候，你完全放下来的时候，你就跟阿弥陀感应到家了。 你那个一志十字的这个性德呢，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叶辉的故事，叶辉呢他可是战神。那这里呢，老法师曾经也讲过叶辉当鬼王的故事，也很精彩。老法师在《地藏经》的启示里面有提到，以前他在台中联社。 跟李炳老居士老师学佛的时候，他有个同学叫朱金寿老居士。朱金寿老居士说的故事里面呢，他说就讲这个议会的故事啊。那清朝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前半年。那么朱老居士呢，当时十七岁。他的家乡呢，浙江温州呢，有一位举人，家境小康。 他这个举人呢是独生子，非常孝顺，但是他没有做官，在家里孝顺父母。那有一天在睡午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来敲门。那么实际上呢，他敲门说呢，他是在做梦。所以你看，我们在梦境里面呢，我们这个文信呢，也是听得清楚明明白白。 所以我们这个文信呢，我们这个觉心呢，事实上是不需要睡觉的。那么他听到人家敲门以后呢，他起来开梦中起来开门，他就看见呢一位官差呢送一封信给他，他一看呢这个信上面呢是写他的名字。那官差说呢我们的将军呢，请你去谈一谈。他一听这话不对。 为什么我是一个举人，没有当官，我平常很少跟这些官人来往。他说：“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也许是同名同姓呢、啊。”官差呢就不管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抓上马。上了马以后呢，那个感觉呢，马不是在地面走，好像在空中飞一样。飞了一段时间，到了，他看到许多人在交头接耳，好像在开会。 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暂停一下。上次我讲到这个桃园地方法院那个鬼差抓人的事情，那个公案也是这个道理。他感觉经过很多山、很多海、很多水，好像走很久，但是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六道杂居地，好。 我们讲，我们这这个地方呢，啊、哦，就是六道的杂杂居地了，哈、哦。事实上，你法界不一样，所以他感觉就好像很很重要的会议在召开呢，也是他就向人家请教说：“大将军是谁？”那别人就告诉他了，是一辉。他说他一听呢，糟了，一辉是宋朝人，那我不是死了吗？啊，他我有。 他要哦，我去见他，他不行啊。他说我家中呢，我还有父母，妻子还年轻呢，小孩子还小啊。他不行，不行，不行。他说我不能死。他过一会儿呢，叶辉呢，就是就升升，就是像开庭一样，就升帐了。他就走到面前哀告，叶辉就安抚他了。他说我找你来呢，是请你帮忙。 我准备呢北伐呢，攻打金人，叶辉就是跟金熙宗相战在朱仙镇嘛，所以他跟金人打过仗嘛，在阿赖野是里面都有做种子嘛。他说呢，我是想请你当我的幕僚文师。那叶叶元帅就说了，他说我们时间还有三个月，我现在可以送你回家，你去安排后事，到我出发的时候呢，我再派人把你接过来。 他想一想，他说：“能够当叶辉的部下也挺光荣的，啊，他是个民族英雄嘛，也很难得。”他就答应了。于是叶辉呢就派人送他回家，也是骑在匹马。回到家以后，他梦就醒来，可是醒来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梦境很真实。他他就告诉他父母这件事情，他父母说：“啊，这梦是假的，不是真的。” 他说：“这个梦不是假，是真的、啊。”他说：“梦境的梦中的境界太清楚了。”他说：“不像在做梦啊。”而且他接他的日期非常的清楚。于是呢，他就交代后事。到约定的那一天呢、啊，他就招来他的亲友告别。那么也是啊，办这个这个这个饭菜呢，请大家吃饭。 那朱金州老居士呢？当时是他隔壁村的人，听到这个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時候，有这种事吗？他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理，他想说好好一个人怎么个死法？那酒宴吃到快吃完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这个举人呢就跟大家告别，他说呢时间快到了，跟大家告辞了，他就回到房间呢。 躺在床上，没有多久呢，接他的那个鬼差呢，在门口等，但是不敢进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父亲呢在发脾气。他说：“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走。”那么小鬼呢在门口等着呢，不敢进来。那么这个举人就跟他父亲说了，他说：“不管活到多少岁呢，总是会死。” 死了以后呢，能够跟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在一起，这也不是坏事。算算了，你让我走吧。他父亲就吭一声说：“好吧。就说”就这个好吧。这个举人呢，就马上倒在床铺上就断气了，就走了。朱金柱老技生在旁边看的一清二楚啊。朱金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啊。 他当时在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时候，他也担任关联呢，还蛮大的一个政府关联呢。然后我还是也说过他的故事啊。他刚开始不相信这些鬼神呢、啊。他好像在重庆的时候担任什么厅长啊。他有一天晚上打麻将打太晚了，回去了。那路灯呢，很，很这个。 昏暗，他就走走走走走走，后来就看到有一个女的走在他前面，右前方。他心想说：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走在他前面？他动了这个念头以後，又一看，他这个人呢，这个女人呢，没有两只腿，就扶着走，飘着走。我们讲说见到阿飘，台湾叫阿飘，大陆不叫什么。 他心想说：“这么晚怎么会有个女的？而且走路还没有腿。”他一回神的时候，那个女的不见了。因为他呢是非常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刚开始不相信这些鬼神这个东西。后来呢，他在台中跟李炳呢，技师学佛法的时候，他跟李老师也讲这个故事，跟净空法师也讲这个故事。他说：“那个那个。” 没有腿的女鬼呢，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呢，要来教化他，吓吓他，让他这个时候鬼神是真的存在的。他说他从此以后呢，他相信真的有鬼神。好，然后呢，他当时在旁边好奇他看，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这样断气，他就要真正看到那个活见证，结果呢，就真的在他面前断气了。 朱金洲老居士想一想，他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啊，这个满清被推翻的前半年，阴间的鬼道叶辉已经出兵打仗了。阴阳确实有感应。那老法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启示里面这样讲：他说，叶辉至今呢未离开鬼道，他是鬼王。 但是我们觉得呢，这个鬼王呢也是菩萨示现。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仇恨未忘，念念就要报仇，这一念未消除呢，所以他还在轨道。所以金空法师说，学佛之后呢，才知道因果可怕，这是说明经上讲的地狱的真相绝对是事实。所以你看。 满清满清政府的祖先呢，就是女真族啊。那金人啊，宋朝呢跟金人打仗，跟金熙宗打仗，那个金人的祖先呢是也是女真族啊，女真的这个这个部落啊，那同一个祖先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刚才我们提到秦桧把这个岳飞害死了。 印光大师有说了，你们如果去看看印光大师文超，他特别有提到勤快，他有特别提到勤快勤快，这个害死叶会的这段经过呢，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勤快呢？印光大师说：，何况复断，无祖戒为苏东坡，草堂亲做鲁公，勤快为雁荡山的三生。 特别提到这三位法师带来的，第一位无主界禅师，他到这个苏东坡这一世来，他变成读书人苏东坡。过去生呢是无主界禅师，那草堂清呢后来做鲁公，第三个呢勤快。 他过去生呢是雁荡山的山僧，可是呢，因为前世有修福报，所以到宋朝这一世代的时候呢，当宰相。你看明文立阳一心心，这个心啊，被明文立阳心心以后，忘记了我们本有的佛性跟觉性。 在这里面呢，迷惑颠倒，起惑造业。印光大师说：“为什么这样？”他说：“良以理虽顿悟，或未弗除；一经受生，或自迷失耳。”他道理也许懂，也也许有点小小的解悟，但是呢，或未弗除，就是他的见后跟失后。 之后就是贪嗔之慢呢，并没有断了。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他怎么处理呢？阿罗汉还要破我执，执着放下来，出三界，了生死，证阿罗汉。小圣来讲的话，你最起码要破执，我执嘛，所以不容易啊。所以印光大师说：“祸未福除，就是你贪嗔之慢一品都没有断。” 你怎么出三界呢？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呢是待业往生，就功夫成片，你烦恼不现行，不是带你现在的习气毛病，是带你过去生的这些业，你待业待业往生。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提到勤快，他前世是雁荡山的山神。 所以智者大师呢，我们都知道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是释迦的化身。人家说称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临终有那人家有问他呢，他说：“未审大师呢，正日何位？”就你往生的果位是怎么样？智者大师说呢：“我不领众，必尽六根，因为他是领众嘛。”那换句话说呢？ 他如果不领众的话，他可以正入实性位。这里讲的六根清净呢，是实性位。言教实性位，言教有实性、十字、实行、实灰相、实地等觉妙解。那言教出性位就悟喽。言教的出性到七性位，是破这个见思惑。 人家的八八性九姓十姓是破尘沙后啊，那么十姓十住，人家的出租位就破根本无名正正法身了。所以呢，在天台中的六即佛里面，好，我这边呢稍微提一下，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说秦桧后来会当成宰相？他忘记自己前世是。 雁荡山的三生，就是这里讲的，跟天台宗这个六即佛有关系的。我们讲说呢，三寺院就是前一世前一世修行，那这一次有福报享福造业，那来生呢就要到三度道去受报。所以天台宗的六即佛里面呢，第一个叫礼记佛，礼记位叫礼佛。什么叫礼佛呢？道理的理。 就像三恶道的众生一样，他们没有一毫之善，他们没有一点点的善善善根，但是呢，他们有佛性，这叫礼佛，叫礼继位。那明智即佛呢？就是明智佛。明智佛是什么呢？我们像人天福报的，有术数,数有修福报的，这个有听到佛名，他是明智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明智佛，啊，大家都有佛都有佛性。 但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妙用，所以叫做明智否。那第三个呢，观行即位，就观行否。那第四个呢，相似即位，相似否。那分正即即位呢，分正否。那第六个呢，就近即位呢，就近否。这叫六即佛，这是天台他们的六即佛的判法。那我现在把这个知主大师为什么说呢？ 他呢，他不领众是六根清净位。你知道大师说呢，他损己利人，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那就是观行位了。所以呢，他是无品位。人家问他呢，他是外凡无品位。那什么叫外凡无品位呢？这个无品呢，就是观行即佛，就是观行位的。我们刚刚讲理即佛，明即佛，观行佛，他是。 第三个阶段，观行佛、观行位，它为什么叫五品呢？外凡五品呢？第一个，水洗，他修水洗功德；第二个，读诵；第三个，说法；第四个，旁行六度；第五个，正行六度。旁行六度呢，起观才辅助烦恼，他要关照才会帮我辅助烦恼。那正行六度呢，他未断见惑。 他开眼解，他圆伏五住烦恼，但是呢，他的见户没有断除，所以智者大师呢是外凡五品位，就这五品位，他是属于观行即佛，他因为他领众，他牺牲自己。那内凡是什么呢？外凡内凡，那内凡是什么呢？内凡为的，就是相事即佛了，他未破无名。原教的实性位。 我们讲原教有初性到实性，原教的实性位，天台里面有藏通别言，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那么这个内凡位呢是相似即佛，他还没有破根本无名。原教的实性位、别教的实智位、识智别教的识智实行识回向，这个叫三贤位。 这个三贤位再加上原教的十信位，都是属于内环位，它已经是相似即佛了。再来，别教的出地，我们刚才讲十字、十行、十回像是三贤位嘛？别教的出地，圆教的出住位，圆教的出住位等同别教的出地位，它们位置是这样的。因为圆教呢，是出三界的立根的，那别教呢是出三界的顿根的,的，的的修行人，那圆教的。 初三界的立根的，他言教的这个初诸位，他就跟别教的出地呢，他是平等的。他是什么？分正即佛，破一品根本无名，分正一分法身，他就是什么？法身大事的。啊，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就近即佛，妙结位。就近即佛，阿弥陀佛，就近即佛。 就是六即佛，我在这边呢，稍微提一下说，为什么勤快他当出家师傅，为什么这次当宰相呢？他就迷糊颠倒了，因为他只到礼记佛、明智佛，连观心佛都没有到。你要到观心，我就不简单了、啊。外外环无品位，你就跟智者大师一样的位阶了。所以。 印光大师说：“没有扶助烦恼，你要出三也很困难了、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啊，一百六十六页的这个文文山，啊，文文山呢就文天祥，宋朝末年的这个忠臣。那元兵入侵的时候呢，文天祥呢，他奉命呢来保护皇皇帝。那后来呢，他。 奉命呢，跟元军呢谈和，他被抓，他后来脱离了，回去了，后来战败呢，他被抓了，他不屈了啊被杀，临刑的时候被被砍头的时候呢，做了正气歌以明志。文天祥的正气歌呢是非常有名的，那你们听过一个公案，文天祥也是佛教徒啊，三宝弟子、啊，跟叶叶武穆一样，叶辉一样。 我天祥啊，他的一个士兵往生，所以有些这些将军呢，他是菩萨带来的，菩萨视线。他那个士兵呢，战死了以后呢，给他托梦，希望他超度他，他就给他抄《金刚经》，要给他抄到后来，因为天黑了，他因为抄经他很专注，差不多也接近入定了。那逝者呢？ 就端了一杯茶来，要给他喝啊,啊！因为天快黑了，他就跟他讲了、啊：，啊，把它抄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分心了，不用，他就不用。那个金剛、啊《金刚经》呢，抄完要回向功德、啊。那个士兵呢、啊，往事那个士兵在托方说：，这不经不完整啊，中间有个字就不用”。所以啊，我们读经要专心呐、啊。 你读经还在打妄想，这读经的功德力都打折扣啊！啊，不用不用两个字的话，哎，这个幽冥界众生，这个士兵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念相依，一念佛，念念相依，念念佛，就这个道理啊！我们妄想太多啊，烦恼扶不住啊。文天祥抄《金刚经》的事情，李林甫。 啊、哦，第八行，李林甫。李林甫呢，他是唐朝的这个宗室，就是朝廷里面的人。啊、哦，他叫小名叫哥努，他喜欢音乐。他一当到礼部尚书，他是非常狡猾。他喜欢玩权术，玩权谋。他跟宦官呢、兵灰呢啊勾结，每天就去观察呢皇帝有什么动静。 然后呢，知道皇帝喜欢什么、吃什么，他都抓的准准的，所以呢，每一次坐上去呢，都得到皇帝的欢喜。他在朝掌权呢十九年，非常的霸道专政，朝野呢都侧目，都很怕他的权威，哈，那么他的为人处事呢，表面上跟你伺候好，暗地里面呢阴谋重伤，无所不至。 所以人家称李林甫呢，是口蜜腹剑，嘴巴说的很甜，暗中捅一个把刀。啊，他晚年呢，沉溺在这个生计啊，音乐跟妓女、歌妓。他的房间呢，通通是美女，金室、银房，整个房间都是美女。 那么再下来去看这个杨国忠。杨国忠呢，就是唐朝这个杨贵妃的堂兄。唐玄宗度宰任他当宰相，世名叫国忠。他这个人非常的严重不法。安禄山造反，长安失陷，杨国忠呢奉帝命呢，出走到四川去。 讲到这个杨国忠呢，杨国忠是唐玄宗那个时候的人，他的杨贵妃的堂兄。安、啊、禄山造反的时候呢，那个长安啊被攻陷，杨国忠叫唐玄宗呢啊躲了避难到四川。他自己本身呢兼十五个官位啊，前倾内外、啊。 后来呢，他发动战争呢，上兵呢二十万人。后来天宝十一年呢，啊，李林甫死掉以后呢，他代代为宰相。他自己本身呢，又当了四四十种的官职。他本身呢，对这些关联呢，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他显他的关联呢，都在他的家里面举行的。 所以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呢，就是以讨国忠为为名，称呢发动叛乱。这就是啊，这个杨国忠、韩陀坐、韩陀坐呢，这个是练陀坐，是韩起的曾孙。你看他祖父这么好，祖运这么好，但是呢，他本身就不好。他当汝州的皇帝时呢，他本身啊，因为宋林宗呢。 重用，他排斥呢那个大臣呢赵汝愚，最主要是什么？他把那个朱熹，我们朱熹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位啊，这位的这个可以讲说是一个学者嘞，朱熹呢他把他放逐了，他排斥理学呢是伪学，叫皇帝呢下诏呢严禁，这个是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 一时呢，朝廷里面善良的人呢，都遭受多尼党祸，遭受这个迫害。所以呢，韩托作呢，他是祸国殃民。啊，这个就是韩托作。那么当时呢，他后来跟金人作战的时候呢，金人就是要求呢，要砍韩托作的头来斩首。后来呢，啊，这个礼部侍郎史史弥远呢，跟杨皇后呢，就密谋，真的杀了韩托作。 把他的头呢送给金金兵乞合，这是韩头座那么贾似道呢是宋朝人，他是宋理宗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呢是贵妃，所以他拜到这个官拜呢右丞相。那后来呢，宋杜宗的时候呢，他以太师平章军国事，他封魏国公。他自己在格林呢这个地方呢盖的西湖那个。 啊，西武这个格林这个地方盖了一间房子，豪宅呢，叫半贤堂。他这个书宅，官联呢就抱着公文呢到他的半贤堂去给他批了，大小朝政呢都在他的这个书宅中呢来决定，每天跟这些群妾呢斗蟋蟀。所以严禁呢攻打健康的时候呢，贾似道呢就帮着扬州。 他向蒙古忽必烈的乞和，他假装呢称臣纳币，给他钱，然后呢就诈称呢啊他他打赢了。后来呢，因为他逆暴军情，元军呢东下，他被迫出兵，在庐港呢，就安徽芜湖的地方大败，后来被革职放逐。 他被来，后来被这个送，这个押送他的人呢，郑无成把他杀了。那接下来个这个显臣呢，显显显正呢，就是丰厚的丰正；那宠事呢，就是崇拜奉奉祭；贺奕呢，就是很亮的样子，光显昭明的样子；那时运时运是享受祖先的德者的庇运。 这个看在一百六十七页的第一行，那前奸呢就是弄臣奸臣，那这个郭思翰呢，郭思翰是唐朝突厥的后裔，他呢安禄山作战的时候呢，他跟他作战的时候不利，后来他也是被被害，郭思翰。那萧祝宗呢是唐朝人，他因为呢在武三思得势后做忠臣。 后来他依附在安乐公子当宰相，那么安乐公主呢？后来用毒饼呢，把他的生父唐中宗呢害死。他想让他的母亲韦后呢临朝，拿自己自封为皇太女。不料宫廷政变呢，临朱呢，临朱王李隆基呢，就唐玄宗呢，先发制人，杀死韦后跟他的党羽。然后呢，立相王呢李旦为帝，就是唐睿宗。 安乐公主后来也死在政变里面，萧祝宗呢后来被罢相职，没收他的家产，满门抄斩。当事人就说呢：“九世亲族呢，一己而灭之，可爱也。”那么接下来，王雅，王雅是唐朝的大臣，哦，那么他担任这些啊江南哈盐铁转运使。哦 好，还有这些茶叶的这些管茶叶这些官职。那么，在这个啊，这个唐文宗的时候呢，他主张将这些铜跟铁啊这些赋税呢收归到中央。他也变革茶法，那采取官采官卖。他后来甘露之变的时候呢，被宦官呢仇士良所杀，是王阳那再来呢？ 啊，这个贾树呢，这个人呢是唐河南人，唐德宗的进士，他文章很好，反应快，他很会做决断，但是个性很急，度量很小，爱出风头，后来被宦官所杀。屈父就是屈臣依父。首领是什么呢？就是保这个生命，头部、头跟脖子要被砍头嘛，所以首领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命，贪生怕死的。 那玉石呢？无以呢？玉石是什么？玉跟熟头呢？比喻好跟坏？贤跟愚笨？贤跟愚？这意思。无以呢？是没有脱落，没有没有遗留的。那么汉武帝呢？是汉朝第六代的皇帝。他嘛继位的时候呢，他有建年延年，他是有帝王的年号的开始。 他在位的时候呢，文功武略，盛极一时，成为一代的雄主，在位五十四年，汉武帝。那唐武后呢，就是武则天，唐高宗的皇后。唐高宗呢，驾崩以后呢，他临朝称制，会唐宗中宗呢，自立为皇帝，国号为周。他呢，自为营内大杀唐宗室。 但是他很有才气，他很会用人，啊，狄仁杰就是他的名相辈出啊。但是他晚年朝政日辉，他被迫呢啊交出这个政权，唐宗中宗复位不久呢就逝世,世了，史史历史上呢称他叫武后，一面呢就是诛杀灭绝，那慈平呢，慈平呢。 就是持平之力呢？持平就是主持公道正义的。那恶意酷内呢？恶意就是迎合他人的意志，恶护残媚第六行这个敬盖后福，盖呢就是盖胯，总瓜。那再下来这个何又何必最最焉最最最呢？就是恐惧谨慎的样子，很忧心的样子叫最最。那再下来这个中毒。 中毒呢，就埋下这个毒根。以上呢，这个字迹解说呢，我们解释稍微多一点。但是因为呢，这些都是历史人物，有中间之变，所以我们了解这样也好，顺便了解一下历史。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的白话，我们把它解释完。严光中说呢，凡是人在官场或者处事上，我们在当官、担任官职或者我们为人处事。 我们碰到有大事大非以及大厉害的地方，往往会关系到人的性命。因为古代呢，古代这是地制，所以当有大事大非，什么叫大事大非？对百姓有利的，对国家有利的，对万民有利的，有道德仁义的，这叫大事大非。我们《泰山格言》里面讲：是道者进，非道者退。 啊，那么有碰到大是大非大利的的地方，往往呢会关系到人的性命。一个人呢贪生怕死，还是壮烈牺牲呢？这个地方就关系到这个他的节操。这个叫做大是大非，大利害的地方呢，往往就看出一个人的忠跟奸。他说，平时呢还能够正常的治理国政。 就从事公务，他平常也可以守在这个正道，但是往往到紧要关头变节了。我们现在讲俗话讲“四气立长、啊”了，节操不晚节不保，往往就会怎么样？欲言又止，不敢主持正义，往往会怎么样呢？欲言又止。所以《情书志要》里面呢，有这么一段的形容。 子罕呢？春秋呢？宋国的关联，宋国的亲。子罕呢？他说呢：“我以不贪为宝。”有人送我宝玉嘛？人家送他宝玉嘛？而以玉为宝，我是以不贪为宝啊！你要送那个玉给我，我碰到这个引、这个、这个利诱当头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拿。 拿起智慧的关照呢？他说：“我以不贪为宝，我认为我不贪，我这个坚守我的节操，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宝。那你是喜欢这个义呀、啊？而以义为宝。若以以我，如果你这个义给我了，那我就丧失我的节操了，皆上宝也不如人有其宝，那不如这样好了。你喜欢义就喜欢义嘛，我不贪就不不贪嘛。” 我喜欢我的宝，你喜欢你的宝这是《情书之》之料里面提到这个关联的节操。那以前我们也提过，良将不屈死以苟免，烈士不悔节以求生啊。真正良将烈士呢，他们是不毁他们的节操啊，他们不会毁了他节操而求了一个国且性命呢、啊。他们不怕死啊。 所以呢，再下来我们再來,来看这个解释，就是不论啊，不论是从是依从或者违反啊，首领，我们首领呢，就是违反，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就变成说，不论是你是顺从你的长官领导或是上司，古时候古时候叫皇上君王的意思，有时候往往就会以杀人来起起灭以人的事情，不然就是模棱两可。 进退犹豫，以至于呢败坏了这个国家大事，使得这个这个世界因我受其纵容的事情。他说：自古以来呢，真正能做大事豪杰的人，所以能成就伟大的功名，培育伟大的人品，都是在经历万死一生中呢得来的。从这些经历中呢磨练出定力。 然后才能为国家所用。例如，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子仪的单刀赴会去见俘虏。好，李林怀将刀置于薛中以明志；韩齐王英勇杀敌，浑身是伤，十指只剩下四指；刘顺昌机细心裁，将近要与敌人决生死战。他们都能够保持为国为军。 为国尽忠的精神，在千军万马中出生入死，在石头箭矢交相射下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不动的神器，默默的取得胜利，实在是真是不容易啊！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将身体奉献给国家，而为国家所有。我们讲文天祥、叶叶辉，就是这个例子。啊，关状木。 观音厂也是这个例子。然后我再说到战将，如徐有功、狄阳公、李桓等，他们为国尽忠，生命没有奉献在战场，却被诬陷判处死刑，关注大佬后来被平反赦免。又像裴进公、张卫公、韩卫公等人，被剑侠加持下，却能安然脱身，最后没有死在战场，他们都有功心满天下，名望跟日月同光，就是他们能够完全舍弃自我。 然后为国家，随处重用他们。于是呢，从此地可知呢，造物主所差遣的鬼神，也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观察世人，觉得他们能够合格过关，神灵就会随时左右来保护，宇宙就可以交给他们来主持。如果审查不能合格，就会身败名裂，如王延、殷浩等。他们刚开始还自认为有利于万仞森灵的勇气。 民生想彻四海，哪知道自己族羊明弱的本质尚在？所以看到嫩草就高兴，看到野狼就占领。一遇到事情就有变化被嚇，被吓得张口吐舌，嘶声乱叫。他们怎么会去争取扭转乾坤的命运呢？安定人物的本性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诚心本来就是假，假的跟假的互相感应，有时候就能够侥幸得到一时的小福泽。 自己已经占了很大的福报了，怎奈的名气太重，自我欺欺太过分。等他真的他们展露他们身手的时候，一筹莫展，最后为天下人所笑。从此地来说，上天在暗中审查是非常维系的，不容许你是欺骗世人跟天天地。只是你一面侥幸得到成功，所以在此地呢，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把这个身交给天地万物。 即使不幸而上升，像关公、张飞、扬岳飞、文天祥等人，死重于泰山，非常有价值。再看李林甫、杨国忠、韩陀胄、贾似道等人，又是怎么样的下场呢？哪一个人不会死？只因为正直忠孝的人死了能成神，朝廷才会追赠他们、啊、他们才可得到子孙的祭祀啊，子孙还得到他们的福泽啊。 那如果是你没有听过说有特特权监领的人死后能得到这样的荣耀、啊，不去谈论这个监领之事，就像郭舒汉、萧祝宗王雅、贾树这些人，他们也是七言护士啊，想保住这个头部生命呢、啊，结果没有想到死期一到还是死啊！早知道要这样死，不如轰轰烈烈、顶天立地，好好大干一番呢、啊。汉武帝、武则天的时代是何等的气象！ 但是被冤枉处死的也很多啊，但是当时能够主持正义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被处死了，反而是阿谀奉承的就后来被处死了。即使，即使是不敢用这样的情况来进人的吉凶祸福，但是命运之所以称为命运，不是可以加强我们自信心吗？又何必畏缩害怕，为了利习自己的生命，却有有富裕？ 金恩呢，种下不良的毒瘤在人间呢，所以智慧跟愚痴就在一念之间。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讲得不妥之处呢，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